啊，没办法度过情人节哈。那我来问一下好了，我们以琳啊，还有亮宇，还有玉涵，都是第一次代言。那我想问一下，你们在这一次代言我们游戏新干线这一款极道 Online 有什么样的心得？因为第一次代言嘛，对不对？因为这一次就是他设定的三个角色，然后刚好是三个国家。巧克力啊，然后送给对方，我觉得这样就已经很窝心了，就已经很开心。